我们开一个大山里面的芭蕉花，这是我们山里的美食啊，等会儿开了可以拿回家去吃。哇，好姐姐噻。我看鸡腿怎么样，你们看一下啊，这个里面就是这样子的，特别嫩啊，比黑，老爸他们为什么会是黑的啊，掉了啊，鸡腿笋哪了，哦，是一些这个的汁啊，就是它的浆，所以说会黑掉，这个的话拿回去开做啊，拿回去就可以做了，你们看这里面是这种的，特别嫩，这个也很好吃的啊，放到那个豆豉一起炒。它的汁，你们看这上面，那上面全部都是樱花，粉红色的，看得见吗？大山里面全部都是野生的樱花，这个也特别美味。然后呢，这个是荔枝树，有100多年了，这个荔枝树特别大。